嗨，我就说奇怪，怎么没电了？没。我们大山里面只有移动和信号，移动和电信。移动和电信是吧？对，就上面看到那个塔就是移动的信号塔，然后没有电信，没有联通的。对，我就说，哎，我说怎么，我手就没接到过电话呢？我还说，哎，我每次来找金枝，我就大家都知道我要来找金枝吗？就不给我打电话呀？嗨，我就说嘛，你原来没信号。对啊，以前你跟我一起去放羊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电话就多。对，放羊的时候电话多。好多女孩子喊你喊副总啊。啊嘿嘿。为什么有那么多女孩子喊你喊副总？公司的。你们公司都是女的吗？有大部分是女的。大部分是女的。因为我跟着我大哥一起做那个酒，然后都是从那个生产酒的，都是对，都是些空姐，我大哥都是去招的一些空姐。空姐干嘛？就是他们原来是在航空公司上班的，然后招过来在那我们那边做销售卖酒的。哦，嗯，对，所以全部喊你喊副总。对，他们的声音好温柔的。不然呢？好甜啊。他们甜甜他们的，他们这个叫职业素养，知道吗？那你那么漂亮的，你不喜欢他们吗？不喜欢。为什么？太多了，这个眼睛都看花了，我跟你说。个子比我都高，我咋喜欢啊？啊，我大哥1.8米，然后那些全是跟我大哥，有的还比我大哥高，全是大长腿，哇塞！我呀，我做酒的。有在做酒，然后有在做工程，建筑工程，做酒，白酒啊，白酒不是普通的白酒啊，那个收藏属性的，老酒，对吧？做老酒，对，在成都做的老酒。马上到家了啊，家人们，你们想不想看金枝的家？有可能有很多大哥大姐没，不是窖藏，不是窖藏，那个17大名酒啊，啥都有，对吧？啥都有，不谈我的工作嘛，我的那个工作也不是什么那个好大的工作，对不对？对，茅台也有做的，对，都有做的哈。下次我这么有时间了，我带你们，我带金枝去成都玩的时候给大家开播，可以去参观一下那个我们的公司，好不好？做酒的，对，我比较喜欢喝蓝酒，蓝酒我比较喜欢喝，一般我喜欢喝九几年的蓝酒，就是特别好喝，价格也比较实惠。不谈这个了，不谈这个了，家人们，我们到家了。到家了，家人们，想不想看金枝的家？我给大家看一下金枝的家，好不好？啊，你们想不想看？想看吗？啊？你爸爸在家没？没有吧？没有啊。他是不是又出去收山货去了？不知道。不知道呀。可能基本上出去打牌了吧？他一般出去收山货，收几天回来，然后再。他打牌了吗？我爸爸要打牌呀，我爸爸只打一种牌。什么牌？扑克牌。打牌？把手给他折了，打什么牌？我爸。啊？哦，你，哦，我以为你哥。我爸。哇，你们看，家人们，金枝这个地方好舒服呀！你们看，这个云就刚刚遮到他这儿，他不让你晒山货是吧？这云不让你晒山货哎。对。坐一下，我洗一下手呗。洗下手是吧？嗯，行。我洗个脸，你要洗吗？我不洗。这水洗脸很舒服的。我一会儿洗。拿这个这样子洗脸。我先帮你们拿着手机。小凉山好地方是吧？大家一起点点关注好吧，家人们，一起点点关注。刚刚我小腹有点不舒服，然后就缓了一下，可能有点中暑了吧。然后一会儿喝点啥。哇，表弟好乖啊，表弟哥，这个桌子可以拿出来是吧？可以、啊。
啊。嗯，啊，表弟好乖，你在正表现吗，表弟？是。要坐一下。啊、哎哦，这样十二点好舒服呀。啊。你要不要这样子去洗个脸？我呀，我不要洗。去洗一个嘛，我眼睛里面进水了，好痛啊。林子呀，他们。Hello。你怎么了？有，他们说什么？河边不是在河边，在马边小凉山马边彝族自治县。小凉山马边彝族自治县，你们知不知道？哇塞，太热了，不能洗冷水脸，是吗？啊！哎呦，我给你倒点水喝吧。行，可以。哎，那里还好像还有黄桃吧？对，黄桃要不要吃？黄桃可以吃。不吃了，我喝水吧，喝水吧。喝，就白水还是泡点开水？你要泡啥给我喝？老三生要不要喝吗？不喝老三生。那你来自己选一个吗？我自己选一个。对，这都是自己家收的，没关系。随便喝嘛，家人们，你们说我喝哪个？有些是不能喝的，现在这个不能就这样喝。这个吗？哪个？这个吗？这个。喝那个。哇塞，这个好干啊！你们家人们，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吗？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吗？啊？喝枸杞啊？我不想喝枸杞，我想喝这个。你们知道是什么东西吗？云斌，你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个是什么？那叫石斛花。什么石斛花？铁皮石斛的花花呀。哦，铁皮石斛花是吧？对呀、啊。哦，这个都快晒干了。对，这是枸杞，黑枸杞，黑枸杞，对，哇塞，石斛花，把天麻散一点，它这儿好像没有天麻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当归。哦，当归是吧？对。哇塞，这个我爸说他是没有卖掉的，没卖掉的吗？对。哇塞，家人们，这个好不好？这个好不好，家人们？这品质好不好？这个叫老三生是吧？对呀、啊。野山参，野山参是吧？对，它是野的。这品质好不好，家人们？你们看，大山里面这个就肉眼可见的好。哇塞！你泡点石斛花。泡点石斛花是吧？是的。嗯。表妹也乖啊，把天麻散点儿。那个雪花白白哥，你点个关注好吗？这个不是普通的人参，这个是野山参啊。我们这边没有。啊，不行，我头晕得很。你坐着休息一下嘛，我给你泡。等水烧开了，因为。我这里需要现烧水，没有现成的开水啊，所以等一下水开了，我就去给你泡一这个。等一下啊，调整一下。这个泡来喝，还是可以的。天气热嘛，对你天气热不是有点头晕吗？有点恶心，对不对？有点晕，这个、头有点晕。啊？怎么卖的？今天就不卖了。今天不卖吧，改天给大家卖好不好？因为没有多少。等到有多的再给大家卖，多的给大家卖的时候，大家就是都能抢到嘛。你们觉得行不行，家人们？现在就没有。可以的，扣个一，家人们想要的在公屏扣个一，到时候等那个多一点了，到时候给大家卖，好吧？对。我连我的帽子上面全是白的了，这我妈给我寄过来的。累不累？我呀，累。累吗？累。太累了。我怎么感觉自己越来越白了呢？对不对？嗯，我真的老公，我之前不是很寒吗？我走这个地方，怎么一下就变白了呢？变白了吗？会不会晒着了？我们往这边挪点吧。你往这边挪点吧。哇，你看，就在这院子里边，直接就可以坐下来，就可以聊天，畅所欲言。有点薄、啊，这个。这边，这儿。拿个石头吧，这矮了，把石头垫一下。三妹的鼻子刚刚好像是去爬山的时候被刺扎到了，对，被刺扎了一下。你自己居然没有感觉？嗯，不疼吧？应该。居然这么大一口伤疤，天哪，疼是疼，但是不怎么疼。你们这会不会那个？我给你喷点药吧。不是扎疤。山上那个房子还好些，
山上哪个房子？天马有吗？天马有，我今天没有啊。有你点个关注嘛，那个，那谁？天马。我看一下，你一会儿问一下你爸爸嘛，问一下你爸爸有没有。我爸爸那里吗？对。好。我给他发了个消息。对。问一下你爸爸有没有收到嘛？好，好吧。哦，那个山上那儿是金枝喂猪的地方。对。我用冷水洗洗脸呀。金枝的号还没有呢，还没好呢，已经在托人在办了啊。这个你们放心，我到时候我会把他号弄出来的啊。因为这个也怪我，前面有黑粉在直播间骂那个金枝，然后我就你知道，年轻人嘛，就有时候控制不住，因为我不喜欢别人谁来说金枝和秘密。然后我就得骂他们，然后就被关小黑屋了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所以说你们理解一下，好吧？那个号我已经托人在弄了啊，心疼是明明了呀。他们叫我洗个脸，但是我不想洗。好吧。谢谢。有点烫。烫吗？谢谢啊，家人们，你们有没有喝过？喝过了再公屏扣个一。要不要喝？我不喝。表弟要不要喝？没事。对对对，很有分量。什么很有分量？哦，太热了。现在几点了呀？现在呀，现在5点了。今晚想吃什么？吃腊肉吗？可以不吃腊肉吗？可是今天晚上没有吃的。没吃的。要不我叫我爸回来杀一只猪吧。啊，不，不要不要不要，杀什么猪？杀只小猪。不要。不杀小猪吗？不要不要不要。头晕，那要不要吃羊肉？不吃，天气太热了哈。太热了，那吃牛肉。今天没有山货上，那个等多一点了再给大家分享好不好？不然到时候大家都抢不到，有的人没抢到又得过来骂小富，一天到晚小富就是被骂的。哎，家人们，你们会不会骂我呀？啊，你们会不会骂我？你去哪儿？我拿个东西。什么东西？吃点稀饭。不会骂我哈？啊，前面有人老是来骂我。你刚刚干完活回来休息一下嘛？爬那么远。没事啊，我坐着就休息嘛。坐着就休息了。对啊，我就。汗都没出，我发现今天。太厉害了。还是出汗了。还没秀完呀。他们有时候有时候那什么，有些可能喜欢金枝和咪咪的。他们对我的敌意特别大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特别对我的敌意特别大，有时候就觉得谁要给谁呀？你要吗？一路有你哥，你要吗？要啥？你要什么山货？你们想要什么山货？你们可以打在公屏上边，好吗？今天没有山货卖。今天没有。大家就聊聊天，互相认识一下吧。对，就是有点那个广文超市哥，他说就是有的人喜欢金枝他们的，他们就来。哎，怎么了？我看一下。怎么了吗？怎么了？突然不说话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又在绣十字绣。这不是十字绣。妹妹的衣服很漂亮是吧？那你点个关注呗，你加个粉丝群，可以在里边问，因为金枝的妈妈就是做衣绣的，知道吧？所以我是应该是嫉妒吧，但是其实大家都是支持金枝和咪咪的，所以说我觉得不存在，应该不应该骂我，骂我也没用，知道吧？毕竟格局在那儿摆着，他骂我有什么用呢？对不对？他骂我他又没得到什么，他就过了过嘴瘾，然后我又把他拉黑。他们是现实生活中不如意，对，在这边来找存在感是吗？对，这个叫遗秀啊，非物质文化遗产遗秀。金子啊，哎，一会儿那什么，我不是要请那个他们吃饭吗？哦，对哦。还做什么饭？我还差点给忘了。对哈，对。那个家人们，现在5点了，我们得下山了，下山去。嗯。去镇上边。镇上。对。我订了个饭店，然后去请他们吃个饭，
就好浪费钱，其实不用的。没事，不用，你听我安排嘛。家人们，那个今天晚上我们要去和那个果园的那些农户一起谈谈那个，就是果园的那个事儿。然后可能现在五点差不多下去也差不多，要我们请人吃饭得提前在那边等着，对不对？是吧？我昨天叫你背的东西背了没？嗯，背了。那晚上喝的有吧？嗯，有。嗯，那行，那个家人们，那个咱们一起点个关注好不好？到时候把事儿给忘了。那晚上你喝了？可以啊，哥。我头有点晕。表弟说话有点快哈。啊？就是，对，就是你说的有点快。不是说快，我说你说话有点快，不是坏。声音大点。对，差不多可以去了。人请人吃饭得提前等着，对吧？然后家人们，咱们一起那个给点点关注好不好？点点赞。点点关注，然后晚上我们看有，如果说谈的顺利的话，就给大家开播。对，就给大家开播。谈的不顺利，我们努力的去谈，就是说想一个更好的方案出来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可以吗？好的，那个过去是大哥，我一会儿我去喝点那个藿香正气水，就是有点晕。嗯。对，可以吗，家人们？来一起点播赞，好不好？点播关注，然后我们就下播了，然后。我们就去办那个事儿了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等我的好消息，行不行？行的，打个行。金枝一点都不可惜啊，就是说，金枝长相好，水灵，生在山上有点可惜。他一点都不可惜，他遇到了我，遇到了你们，他一点都不可惜，对吧？嗯。我们都一起支持他，好不好？都见证金枝的成长，好不好，哥姐妹？对。让我们一起见证金枝的成长，行的打个行。那我们就先下播，然后去那个镇上边要请人吃饭，然后我会努力的去把这个事儿办好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那祝你们成功啊！好的，好。